极乐世界学了这么多年，一定要知道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广大没有边际的学校。这个学校里只有老师跟学生，没有政治组织，没有国家领导人，啊，只有佛跟菩萨，佛是老师，菩萨是学生，所有的学生通通是菩萨，啊，不但是菩萨，老实说都是法身菩萨。那个法身菩萨不是他自己修的，是阿弥陀佛加持让他得到，让他成就。那正因为如是啊，所以十方国土里面的声闻缘觉菩萨都希望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成就快，啊，极乐世界是俗成办，成什么？成佛，快速成佛。啊，没有拖泥带水，啊，成佛就能普度众生，啊，极乐世界菩萨每一天干什么事情？求修，佛慧双修，啊，自己的本身在极乐世界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没有动啊。如如不动啊，同时有能力化身，化无量无边身，干什么？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去供佛，供佛是修福，去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开智慧，福慧双修。诸佛刹土里面都有与自己有缘的众生，他们或在十法界，或者在六道轮回，苦不堪言，啊，跟我有缘，有缘就见到，有缘就遇到，见到遇到顺便帮助他们，教导他们，度他们，上求下化，圆满功德。啊，对佛自己是弟子，对众生自己是老师，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天天干这个事情，没有休止啊，快乐无比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个个都是平平常常，老老实实，这个我们要学。啊，绵密念去，一句接着一句，不要间断。啊，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，没有什么值得留念的。啊，佛法抓到这一门，
这一门，很幸运，这是大总持法门，一门就是一切门。那原本佛家的法门，任何一门都是一切门啊，但是难易不一样，这一门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四十八愿本愿的加持，特别有受用啊，超出其他法门太多了啊，自己要感到庆幸啊，这一生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啊，遇到了无量劫来没有遇到啊，这也是碰到了，如果失掉了恐怕又要经无量劫才会遇到一次，很难很难遇到，遇到要珍惜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